听说在广州的北京路有一家很好吃的鱼皮，现在我们就去看一下吧。咻！其实那家鱼皮不在这个商场里面，但是我们可以从中间穿过去。现在我们进来了，这比较有空调，比较凉爽一点。因为我身后这里都是卖衣服的，现在都变成了夹娃娃了。我们从光明广场的后门出来了，然后去找那家鱼皮。从光明广场出来，左手边一直走，哎，看到了，好像是前面那家店哦。没错了，就是这一家了，陈天记，好像是上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。进门右手边的话，这些都是做的鱼皮，然后左手边是做汤面的，汤粉也有。好多人啊！啊，不少名人好像都来吃过这个鱼皮啊。这个鱼皮是现调的，之前应该是先准备好了那些鱼皮，然后现场再调出的，看来还是很好吃的。好了，找个靓位坐下来，这街景还是不错哦，窗边。哇，这鱼皮夹起来好弹哦。还是比较好奇这鱼皮到底是怎么做的。这鱼皮比较爽脆，而且有一丢丢的辣，刚好可以中和。它的这酱汁也不错。这家店的话，在立邦那边也有，啊，这家是分店。然后感觉它的话，这种凉拌的方式啊，比那种油炸的要更加的爽口。不过油炸的鱼皮比较香脆一点，比较酥，这个比较爽口。还有这个花生是可以解腻的。还加一点辣椒圈。